来，我们所有的议员是不是往前一步？我们一起，歌举着麻辣，台下的所有好朋友们，也请你举起你的麻辣。太不要脸了吧！朝向了这个民进党政府，朝向了这个八大票政府，朝向这个八大党。让我们一起喊：推动改革，民众做主。谢谢大家。余生听说今天呢，还是除了这个的支持改革，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？不过好像也有一些Google 一下，帮民进党说话、反对改革的朋友也来到现场。我们不知道他是也跟着我们，希望民进党能够觉醒，还是他过去支持了民进党，现在。